世是天火太阳，而且在山海经中，应龙还斩杀了蚩尤，杀死了夸父，消灭了汉魃，收掉了吴之奇，可见应龙的战斗力已经是天下无双。山海经中的神兽可能真实存在，战斗力最强的应龙已经是天下无敌，那么烛龙又是怎样的存在呢？烛龙在现代小说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，很多小说里烛龙就是宇宙的创世神，是万物之主，还有人说烛龙是盘古身体的一部分，但这些都是现代小说的杜撰。真实的烛龙战斗力其实不如应龙，虽然如此，烛龙也是山海经中仅次于应龙的存在了。烛龙也是蛇身人面，被称为蛇身人面神。关于烛龙的身世，有说它是在盘古开天地之后，在混沌中孕育而出的神兽。烛龙生长于极北苦寒之地，全身皮肤呈红色，身长千里。据说当年共工撞断不周山，导致天柱倾斜，北方地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天帝见状，命一龙口衔天火，给这片黑暗之地以光明。在《山海经·大荒经》里也记载，烛龙的眼睛是直长的，它睁开眼睛，世界就是白天；它闭上眼睛，世界就是晚上；它吸气的时候，人间就是冬季，寒风呼啸，滴水成冰；它呼气的时候，人间就是夏天，阳光明媚，生机勃勃。烛龙不吃不喝，生命却无限长，它喷出的气息也就成了人间的风。由于烛龙掌控着人间的光明与黑暗，就像照亮黑夜的蜡烛，因此被人们称为烛龙。正是由于烛龙的存在，整个荒芜的北方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沃土，人们也因为烛龙的关照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从这里来看，烛龙就是一位有使命感的善良之神，一直为人类做着巨大的贡献。虽然烛龙的战斗力可能不如应龙，但它的付出以及对世界的贡献并不比应龙小。关于烛龙的事迹还有一些传说，比如说烛龙后来与一位名叫丑的女鬼结缘，生下了很多后代，不过由于烛龙比较忙，没有时间教育后代，导致他们经常在鬼域里违法乱纪。还有人说烛龙与天老结合，生下了13个儿子，与第一个传说中的那些20组后代不同，他与天老的13个儿子都非常优秀，而且都受到了天帝的册封，成为了天神。后来烛龙又被女娲安排负责管理鬼域中的万鬼，以免这些鬼跑到人间为非作歹。烛龙在这一职位上也是恪尽职守，正是因为烛龙的付出，人间才没有被妖魔鬼怪所毁灭。也正是在这种安定的环境中，人类才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。从各种传说中，我们可以了解烛龙的大概情况，但拥有这种通天彻地之能的神兽真的存在于世间吗？如果真的存在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呢？关于这一切，有专家学者给出了他们的见解，烛龙以大自然的方式真实存在。山海经中的烛龙能够掌控白天黑夜的轮换，能改变四季更替，且还掌控着鬼域，这样的神兽真的存在于世间吗？其实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对烛龙做过大胆的考察验证。有人说烛龙代表了太阳，因为太阳控制白天黑夜，四季交替。有人说烛龙代表火神，因为烛龙和祝融是谐音。还有人说烛龙就是盘古大神和女娲娘娘的后代，这一推测不可谓不大胆。不过以上的推测都是人们的片面之词，在近代有一个可信度更高的推测开始被世人接受。有学者指出，烛龙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现象，那就是火山锥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关于烛龙的描述，说烛龙全身呈现火红色，有人面蛇身，蜿蜒曲折数千里。这种描述正符合火山爆发时的场景。火山爆发，熔岩在大地上流淌，就像燃烧着的巨龙。在这个时候，燃烧的火山灰和浓烟遮天蔽日，
正好将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，而这就是北方寒冷漫长的冬季。在火山爆发、火光喷射的时候，其光芒又能将大地照亮，让被笼罩在浓烟里的世界亮如白昼。这就是烛龙所掌握的控制黑夜白天的能力。蜿蜒数千里的火红长龙正是烛龙的形象，这种比喻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。为了验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，有学者在北方多地进行了实地考察，结果在大同市东面30公里处发现了数十个火山锥，这些火山锥是在6万年前停止活动。虽然这里早被很多地质学家认定为死火山，但在1954年的时候，却有前苏联的一些地质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。他们认为大同火山不是死火山，而是休眠火山，在将来极有可能复苏。如果真是如此，大同这里的火山堆就有可能是当地爆发的火山，而这一地理位置也与《山海经》中对烛龙的描述十分吻合。这样看来，在远古时代，这里的火山爆发被先民们目睹就是有可能的了。由于当时科技水平低下，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，因此人们对于这种超越人类的神奇景象只能归咎于神力，这一景象也就被先民们描述成了烛龙的神话传说，从而一直流传了下来。当然，火山爆发说只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猜测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烛龙的存在与另一种自然现象有关，那就是北极圈中所发生的昼夜交替变化。与北极光进行比较后发现，《山海经》中对烛龙的描述与我们现代拍摄到的北极极光也十分的吻合，所以也可能是当时的先民来到了极北之地，在看到这一景象之后，就将这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当作了掌管白天黑夜的神龙。如果按照火山和极光的说法，烛龙就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。不但烛龙真实存在，其他的神兽也可能是某种存在的事物，只不过被当时的人们视作了神迹，才有了光怪陆离的《山海经》。